在无人在意的角落里被他们五个人集齐了。队友官宣结婚生子，这次我们小宝真的成王叔叔了。这是一个个全都对上了，第三个不用怀疑都拍到壁咚了。至于眼睛大大的最后一位，他跟世美在谈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官宣。小宝即将启程巴黎时装周，这次将出席两个品牌的活动。这次看到一个新的品牌 Lacoste， 果然前段时间穿这个牌子都是有迹可循的。听过但不了解，一查映入眼帘就是网球，原来是网球冠军创立的品牌，那找我们小宝真的是找对人了。这次的秀好像在法网红土赛场举办，小宝前段时间一直打网球，要不要现场给我们打一场嘞？这是之前他们的秀，真的挺好看的，简约带点小夸张，休闲穿出去也很抓眼。